我反对四颗星代表四个阶级的说法，还是一号旗黄河的图案比较好，啊，醒目简洁。赞成五星旗的有多少？各位代表，徐伯鹏代表建议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国歌，请大家发表意见。 曲子好，但歌词的内容应该改一改了。是啊，新中国即将成立，原歌词的内容已不大符合国情。天安先生，你是歌词作者，你的意见呢？我不好表态，听大家的吧。我赞成，我赞成修改歌词。我们不能天天唱，特别是这句：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，这不可行。 我反对，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首很悲壮的歌曲，一直传唱至今。法国是法国，中国是中国。诸位，这首歌词提醒我们，千万不要忘记过去。我赞同。新中国要兴国歌，展现新面貌，为什么非要用一首老电影的插曲呢？请李济深代表讲话。 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抗战而生，我唱的，唱的热血沸腾，用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。要记住历史，这个歌词无需修改。任总说得好，我也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呐。赞成，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。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？我看你老是举手，他们都替我讲了，没意见。<笑>那我就多说一句：居安思危，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。至于改不改，由天汉先生自己定吧。那不改吧。<笑>